据韩媒报道，今年8月发表的 TWICE 迷你专辑《Between One and Two》在 Circle Chart 累计出库量突破了100万张。其实之前该专辑的预售量就突破了100万张，与正规三辑《爱的公式》相比，增加了30万张以上。再加上 TWICE 在韩国和日本共发行了38张专辑，累计销量突破14,687,757张，为全球顶级女子组合增添了特别的存在感。从2015年10月出道，迷你专辑《The Story Begins》到那莲的个人迷你一辑《I'm 那莲》。和迷你专辑《Between One and Two》以 Circle Chart 的出货量为准，国内累计唱片销量达到987,840张。另外，从2017年6月日本出道专辑《Twice》，到2022年7月正规四辑《Celebrate》，在当地发表的专辑共达成了4,879,973张的销量，由此向韩日唱片总销量突破1,500万张的大记录亮起了绿灯，证明了组合的地位。此外 ，Twice 依旧继续在 Billboard 200上延续他们自己今年的记录。Between One and Two 已连续第五周成功保持在 Billboard 200的头部，成为今年首张在排行榜上停留5周的韩流女人的专辑。爱豆韩媒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